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醒到就是这么健康。大家好，我是阿志，欢迎来到纯点秀馆。在讲帅风点秀，冠名播这个题目当中，还写去吧，要想心情啊，你那个地方。好，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电动机械水建用，小改带能加个球。养生健康话你懂，保暖的方法带不懂。关注站点好精彩，舞蹈大赛毛又改。哇，今天立冬啦！哎，今天立冬了。不过你呢，应该多穿点子衣服了哈。你一直管着你都去讲，要风度不要温度。我知道要保暖。哎，但是今天这么开心，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庆祝啊！嗯，立冬有些的庆祝的嘛。一年有24个节气，你总不可能每个节气都庆祝了，那完了，弄清楚了。哎呀，我就想去吃点热乎乎的，最好能冒烟的，就是那种滋啦啦的东西。哦，想在烧烤是吧？哈哈，其实烧烤我也喜欢讲啊。不一定是烧烤啦，最重要的是要热乎乎、冒烟的、滋啦啦的。不是，你完了不？你不洗烧烤啊？冒烟的，热乎乎的，还滋啦啦啦的。烤肉很多人都喜欢吃，也有很多人特别会烤。但是今天我们要吃一下烤肉啊，叫做牛灶的厂。哎，它很特别哦，它是新型日式烤肉，一盘肉有四种做法，而且啊，这还只是这家店的三大特点其中之一。那具体有哪三大特点呢？咱们继续看看。第一，水果、饮料、零食，通通都免费，随便吃，随便拿。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烤盘四种吃法，接下来我们就找工作人员帮我们来操作一下。现今四亚烤盘的建筑两种弄法，把牛放在烤盘中央烤，把抓捏素材菌菇放在烤盘边缘的桶子中煮，等牛烤好后素材也就熟了。哎，刚刚演示的呢是两种吃法，一种是这个中间啊是用来煎的，然后呢外面这一圈是用来煮的。咱们看这个煎的肉啊，它比这个普通的烤肉呢看起来就是更加的清爽，没有那么的油，但是闻起来同样是非常有香味儿，看起来特别有食欲，尝一口。很好吃。接下来看我把它们全部干掉。确实很美味，但作为大胃王的我来说啊，这一盘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见识一下烤。把新鲜的猪五花放在烤盘中央，烤得慢慢变成金黄，油水都要流出来。烤盘和边上还可以煮哈，功能十分齐全。好嘞，这个烤的这个黑猪五花肉已经熟了，看来金灿灿的。哇，这个真是满足满满的肉欲哈。好吃，还有这个虾，这个虾放在这个冰盘里面，看上去就特别的新鲜。我们都喜欢吃这个白水煮虾、白灼虾，那这个煮出来的味道呢，就比保留了这个白灼虾的这个新鲜甜度，然后呢，它还多了一些这个酱汁的味道。煎丝纹建筑烤，现在就来看一下烤盘的最后一只功能炒，我们要用这只烤盘来炒锅碗饭。炒怎么个炒法呢？哎，首先把这个饭拌匀来。好了，接下来就交给工作人员。在烤肉店能吃到炒饭不容易，特别是讲一碗内容特别丰富的炒饭，赶快来尝尝味道。好，这一盘招牌蟹子料理饭已经炒好了啊，这是我们的第四种吃法炒，赶紧来尝一下。首先看这个颜色啊，就特别的丰富，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蟹子。这个炒饭绝对不是一般的炒饭，你看它首先里面有这个紫菜、蟹子、蟹棒，还有这个香葱啊、火腿啊等等等等，吃起来很有层次。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它把旁边的这个煮过各种食材的这个汤汁啊全都吸收到米饭里了，每一粒米饭里面都沾着这个汤汁的这个鲜味儿。这碗饭下去绝对是一个最完美的 ending。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第三大特点，就是158元的双人套餐啊，非常的丰盛，完全可以让你吃到饱。像刚才呢我们点的这一桌啊，除了这个虾子扇贝之外，其他的就是我们158元的套餐里面了。你看这个小鲸鱼小两口一起来吃，哇，绝对是一场美味饕餮。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这种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烤肉啊。这家店呢就在南昌市天虹商场中山路的天虹商场八楼的刘道的场，一定要来尝哦。滋啦啦，热乎乎，还冒烟，那个给盖个不可以。行，就是这种感觉啦。我本身我刚才有些塞个烤烤牛可以的。哎呀，这个韩式烤肉呢，我觉得还是太干了，不适合咱们南方人。你看像这种湿润的、蓬松松的，多好呀！好好好，那就奥了个给了。好了，伴我们一起打个比方，那么的，走着。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玉老师哦。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水果茶。然后我们先将这个梨去掉皮，然后把肉切成丁放入杯中就可以哦。然后再将苹果切成片放入杯中，然后我们将橙子把它切成片，先去掉头切几个片，然后把橙子皮贴壁，这样会好看一些。然后将百香果倒入杯中，我们先倒一些开水，适量的开水，然后把茶叶倒入杯中，泡两分钟就可以哦。然后我们将泡好的茶叶把水沥出来，然后我们将果糖倒入我们刚刚泡好的四季春茶里面，不要倒很多，适量就行了，要不然太甜就不好喝了。好，我把它搅匀。搅匀之后呢，倒入杯中，然后一杯暖心水果茶就做好了哟。现在也是秋天的季节了，多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 C， 也可以预防感冒哟。你相信吗？原来三五百的泰国皇家乳胶枕头现在只要99元，原来四五千高达93%天然乳胶含量的床垫1590元起。泰国皇家乐胶直销会11月5号到16号在南昌原94医院正对面，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九江、抚州、景德镇、萍乡等10地市都市严选聚会举行。泰国皇家乳胶直销会三大郑重承诺：一、品牌直销；泰国皇家乳胶品牌直供，来自泰国正品保证；二、品质保障。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3%，江西二套全程监督，欧盟国际双认证环保乳胶专利产品，确保是生态原料，自然健康。三、7天无理由退换货。泰国皇家乳胶床垫自购买7日内可无理由退换货，确保购买无忧，更放心。三七自古就有金不换的美誉，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更是滋补佳品。都市严选三七拥有三大保证：一、所有三七都是来自云南文山自有基地；二、严选外形饱满坚实、表面光滑无裂纹的优质竹竿春三七；三、加工过程高压清洗、人工精选，不抛光、不打蜡，优级文山三七，每斤低至99元起。都市严选滋补养生节，10月30号到11月10号在南昌井冈山大道飓风大厦原94医院正对面，上饶、宜春、吉安、赣州等都市严选聚会举行。西洋参每克仅需0.9元起，铁皮石斛每克低至2元起，印尼素源燕窝每克低至15.9元起，大连淡干海参每克7.9元，产地直供，一手货一手价，省钱一大半。正宗100克宁夏中年枸杞仅需5.9元，霍山灵芝孢子粉买3送2。真柚源于母乳灵感，六针清体配方，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贝依美育婴博士，育乳妈妈博爱心生，给宝宝
更好的开始。谁是赢家？官方唯一选拔平台黄金海岸，三人二七王，南昌麻将，每天都有大奖赛，赢游戏币，换话费，转红包，还有都市放心购提供的豪华大礼。参加电视现场比赛，更可赢取万元现金大奖。登录www.8880666.com，下载游戏即可参与。穿越山河，跨越时空，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点亮初心与来路，重铸信仰国魂。此刻，我们重拾红色记忆，跨越时空的回信第三季，江西卫视每周三晚9:20，感动回归。你以为的拍卖是这样的？一百一，5000万，成交。但我们的拍卖其实是这样的。您好，这里是都市放心拍，这里是都市放心拍。阳光法拍，好物简陋，点睛资产，挖掘财富，全媒推广，全流程服务，打造江西第一资产处置平台。放心，省心，贴心。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或拨打热线电话400-991-6660。都市放心拍，让拍卖触手可及。广告之后，现在继续欢迎回到这个帅风脸及冠冕播出的体保广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继承早，就是这么健康。刚才挖到了立冬的时期，是啊，不管南庄现在温度是几多，反正冷点的是真的把这个到来了。到了冷点里，养生方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哎呀，我准备昨天买仔耶，昨天说了买仔呀，哎，哼哼，天气的影响了江西的叶子吧？去年，嗯，哦，立冬子吧？是哟。你都赶紧补啊，要紧补啊！我也要补一补。你这平时一点子分量都没有，人家吃我的饭到了夜晚，我肚子都饿了。今天家刚立冬，补呀，买点蔬菜，买点那个好蔬菜，买点猪脚了。嗯，可以。买点卤子菇了，再买点羊肉我也补呀，羊肉润补的，都买些。蔬菜。工作都是分的，都是台补的，你说得了啊？立冬啊，立冬啊，立冬就晓得台补了。今天是传统节气立冬，意味着冬天正式开始。很多人说一到立冬就得赶紧进补起来，就像陈龙这样。可是究竟立冬应该怎么进补，怎么养生，我们还是去问问专业的医生。立冬这个节气是不是我们24节气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气了？那么它代表了冬天的正式来临。那么在我们的中国原来传统上，北方和南方在立冬进补，它是好像是不是很一样的。北方那么很多说立冬要吃饺子，或者说喝羊肉汤，或者是涮羊肉锅，南方有的说吃汤圆啊，还有什么之类的。但是虽然他们的吃的东西不一样，但要求都是一样，那么就是进补，立冬要进行进补。那么进补，我们现在就是说给大家推荐3款不一样的食疗的进补的方子。第一个就是阴虚体质的人，那么他们如果是有干咳啊、心悸这一类的虚寒的，就是阴虚体质的人，我们建议他来补莲子、百合、瘦肉。那么就是用莲子、百合和一定程度的瘦肉放在一起煲汤就可以了嘛。那么调味的话，那么只要少盐就可以。那么第二一款就是当归、生姜、羊肉汤。那么这一块呢是阳虚体质的人，就是说到了冬天比较手脚冰凉啊这一类的人群，它比较适合吃这个。那么也很简单，就是用小量的当归，那么加上一点生姜，那么加上一点羊的瘦肉，我们放在一起煲汤。那么味道呢，您自己也可以调一调哈。那么第三一个，那么就是说平时有胃痛、胃寒性疼痛的这一类的人群，那么可以吃一点白胡椒煲猪肚汤。所以呀，立冬是要进补，但是要根据自己不同的体质和需求对号进补，这样效果才更好。另外专家还提醒我们，
这个立冬的时候，其实主要大家注意的还是要保暖。那么进补的话，咱们不能进补的过多。我们一般都建议进补，我们说，多补一点蛋白质，多补一点蛋白质有关的比较易消化的这个东西来进补。也不能说大鱼大肉、大油大荤，那么拼命的去补，这是补我们要适宜的补，就是易消化，然后蛋白质丰富，然后适当的和自己的体质进行一个配合的一些药疗或者食疗就可以了。君瑶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君瑶六种坚果真有源于母乳灵感六针清脾配方，亲和人体 SN2 RPO 分子结构 CPP 双重益生元，贝因美育婴博士育乳妈妈博爱新生，给宝宝更好的开始。八百里洞庭，长康十一万八千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谁是赢家官方唯一选拔平台黄金海岸，三人二七王，南昌麻将每天都有大奖赛，赢游戏币换话费转红包，还有都市放心购提供的豪华大礼，参加电视现场比赛更可赢取万元现金大奖，登录www.8880666.com 下载游戏即可参与。你以为的拍卖是这样的，但我们的拍卖其实是这样的。您好，这里是都市放心拍，这里是都市放心拍。阳光法拍，好物捡漏，点金资产，挖掘财富，全媒推广，全流程服务，打造江西第一资产处置平台。放心，省心，贴心。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或拨打热线电话400-991-6660，都市放心拍，让拍卖触手可及。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急冲灶就是这么健康。广告只有分一批到一次控帅风点击官面播这个提保动感来看往下子。接下来我们来目光去告到我们我两我两年的修改群众舞蹈大赛，今天是最有一种的舞赛了，提点着阿里的关注，我们扎西机关了。欢迎收看由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省扶贫办主办，都市频道和江西省舞蹈家协会承办，润田翠独家冠名的润田翠一起跳舞吧跳舞大赛。从盛夏夜晚到凛凛深秋，舞蹈大赛已经走过了江西十个地市，这一次地市突围赛也是最后一场，我们来到了江西赣州。这一次润田翠代言人、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首枚冬奥会双人滑金牌得主申雪也亲临现场参与互动，为选手们加油打气。本次舞蹈大赛的赞助用水，润田翠也贴心地在现场为选手和观众提供能量补充，希望舞台上每一位选手都充满活力，赢得属于自己的人生金牌。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一下冠军队伍的精彩表演。
少年组冠军队伍是赣州市大围舞蹈代表队，他们带来的精彩未来，动作协调，表情丰富，充满了欢乐与俏皮。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本次中年组的晋级队伍是张贡区文化馆代表队，他们表演的《迎客来》场面宏大，舞出了赣州市民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艺术剧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代表队表演的《相伴》，展现了高超的舞蹈专业技能，获得了现场评审的一致好评，成为了青年组冠军。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你还过得好吗？老爸，记得当时我离开家，你目送没说一句话，你的希望我用爱回答，你的希望我用爱回答。截止到这里，我们的舞蹈大赛地市突围赛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将进入全省的巅峰之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关注这个城市，我是代表个喜欢，极多有个松仁文化是魅力闪出，心情蛮早上起来走一走啊，各个古城桥啊、府桥啊，一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特别。该这个比赛啊，那卡卡文化要融入其中，一个风格是脱俗一致。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关注比赛的情况，强大家一定要关注。而另外呢，我们要挖到我们的都市风行街，大家都晓得我们广西啊是农业大省，各个农产品呢是特别丰富。听话，我们个便道啊找到一个地方，当地呢，营销各种三代果树以及各个加工的农产品品种还特别多。我们想出发带我们的过来了。都市放心够，放心就够了。大家好，我是舒华，今天继续带着各位来走访我们的优质供应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南昌都市百果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这里呢主要从事的是生态果蔬种植以及农产品加工。赶快来看一下都有什么优质好货吧。你好。你好，在我旁边呢就是我们这个都市田园的胡总了啊。胡总，咱们这家公司啊主要是经营这个生鲜果蔬还有农产品为主的啊，这边就是我们加工的农产品这一块了哈。
你像我们这边的菜籽油啊，啊，我们新一个新品新出的，你像这种。这种水果麦片啊，这是麦片，对，麦片还是水果味的哈。对，我们这个新提出的一个品牌麦吉优果，一个新的产品、嗯、也就是现在的一个网红爆品，它有四个口味、嗯、我们做了四个口味、嗯、里面的水果都是我们打着健康的口号，就是什么呢，以冻干的技术嗯来做的一个产品，它里面有很多种水果，嗯，你像这个草莓啊，椰子啊，这个奶块呀、啊，这个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冻干的水果，嗯、都在这里面，很香。它可以有两种吃法，一种就是平时我们当茶点就这样吃，嗯，还有一种就是早上代餐，有些上班族啊，赶不紧买早点来、啊、用这个牛奶来泡啊，嗯，它这个味道很好，也很健康。好，这边还有很多产品，比如说这个五谷杂粮，对 对, 对，还有各种零食，这个是酒。还有这个是油，各种油啊，什么油都有、最值得推荐是哪种油？你像我们这个山茶油，嗯，山茶油我们自己也有种植基地，有这个野山茶种植基地、啊、我们这个茶油是自己基地种植，嗯，我们用传统的物理压榨的方式，这个茶油很健康，你知道颜色很清亮，嗯，所以它的品质相当好。首先这个茶油它就比其他的油要健康一些，对，对不对？而且这个茶油炒菜的味道特别的香，那它的这个劣势就在于它的价格可能比其他油要贵一些，稍稍贵一些。但是在我们这个都市放心购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会比这个市场价格要便宜很多。届时上架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和购买。看了一圈，我发现啊，咱们这儿的东西确实是品种特别多，而且也特别的不错。那到时候呢，胡总也会挑选一些有特色、有优势的一些农产品啊，包括这个零食啊，各种类别的放到我们的都市放心购里面来供大家挑选。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优质供应商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的都市放心购。这里是江西二套，你的都市频道。谁是赢家官方唯一选拔平台黄金海岸，三人二七王，南昌麻将每天都有大奖赛，赢游戏币换话费转红包，还有都市放心购提供的豪华大礼，参加电视现场比赛更可赢取万元现金大奖，登录www.8880666.com 下载游戏即可参与。你以为的拍卖是这样的，但我们的拍卖其实是这样的。您好，这里是都市放心拍。您好，这里是都市放心拍。阳光法拍，好物捡漏，点金资产，挖掘财富，全媒推广，全流程服务，打造江西第一资产处置平台。放心，省心，贴心。关注都市放心拍微信公众号，或拨打热线电话4000916660。都市放心拍，让拍卖触手可及。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按疗程服用效果好。举手之间，厨房无烟，帅风提神草就是这么健康。我的喜油再讲帅风年纪过面后，这个提保障嘎管下台嘎个秀文，每年五点半准点奉献，台写去晚又想信仰念你管理包。我下次明天老师让我们再见，拜拜。现在做的这道菜呢，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寒冷的时候，大家就特别想吃这种辣味儿的东西。对，板鸭烧山药。板鸭烧山药。